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 Press 卡、马来西亚盖亚卡店以及广州玉丸堂、上海超艺卡牌、北京卡拉盒赞助播出。快点要我哟！到 Portal 买扣的，快速又安全。输入代码还有折扣咯。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赛制牌组解说。今天来解说一副猎空座 GX 配上我们四二真龙的牌组。好，来猎空座的特性的话，很多人应该都知道了吧？从手牌下到后牌的时候，可以从牌组上面丢掉三张牌。如果目的有任何的这个基本能量可以冲到他自己的身上，那就算你喷的那三张没有基本能量，一样可以冲从原本的目的冲上去他的身上。来，第一招打这个自己场上的所有的基本的草和电能量乘以30。那如果场上有这个加起来五颗的话呢，我可以打150滴哦。OK， 好，所以说整副牌的这个主力进攻哦，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场上的能量哦，基本能量数量来压过对手，你懂吗？就是我们数量只要越高，攻击力就越高。好，那他只吃这个草和电，特别注意一下哦。来 ，GX 一颗草就可以使用，把手牌全部丢掉，重新抽十张牌。那这个的话，我尽量觉得说哦，你后手如果能开到就尽量开，好不好？还不错。好，我们的主力猎空座。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雪咪啦，雪咪基本上在猎空座牌组应该也是必放，对不对？来，两颗草可以打自己场上的怎样基本能量数量乘以30，所以跟我们的猎空座是一样的哦，一样吃这个能量数量。所以我们整副牌的课题就是说要怎么把我们的能量留住在场上，就是这副牌的关键啦。好，再来就是我们这个灵犀敏敏哈，那灵犀敏敏的话也是帮助我们把这个墓地的电能量全部冲到，应该不是两颗冲到我们的后排。所以说，这个的好处也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有一个大爆发的情况下，可以用敏敏来变出来，这样知道吗？好不好？好，那它的特性的话，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飞到除外区，然后从墓地捡两个基本的电能量，冲到自己后排两只不同的宝可梦身上。好，就这样。再来就是我们的马夏朵啦。那马夏朵芒果放一张是想说，第一可能为了干扰对手，第二可能要拼东西，拼什么东西呢？等一下跟你们讲。从手牌下到后牌，双方手牌血去重新抽四张。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毒贝比芒果放了四张那四张的用意就是说尽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最好是三只都给他全部做出来。那他的第一招让对方中毒好，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四二真龙啦，他的特性是一只一回合使用一次从墓地捡一个基本能量冲到自己身上。那我们这副牌的话有草有电，那你想冲什么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差别没差。来，攻击招是打80，如果你的奖励卡剩下三张的时候，攻击力可以再多80。那虽说你可以打到160，但是这个160的话没有办法秒掉什么龙那190的血量，对不对？所以说这副牌我们要打大怪的话，尽量用烈空座来打。那打小怪的话呢，其实可以用雪咪啦，用我们四二真龙来做进攻齁。那你奖励卡三张的情况下呢，也可以把对方的一些小怪齁，应该说小人牌的一些160的血量的宝可梦击杀。所以说你要看情况做使用就是了。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叠叠放两张齁。那其实他拿的东西一开始基本上都会是用莉莉亚比较多，对不对？那中后期的话呢，可能会用电池齁，电池芒果有放电池。那你电池的话为什么要这样用呢？来，各位马上进到我们的重点了，异兽环哇，就是一个跟我们小丑一样，就是一个大爆发的一个情况对方三张四张奖励卡的时候，你可以从牌组任意的拿两张基本量冲到你异兽宝可梦身上。那你异兽的话冲到他身上，代表说对手可能会误判，就说你的烈风座身上根本没有能量，我把你打死了你上一只那个有能量的烈风座我把你打死了，那我下一只烈风座怎么办他可能会认为说我能量做不出来，可是偏偏如果我有异兽环蹦蹦蹦蹦蹦蹦出来，加上我的敏敏在这个从墓地跳两颗电能量回来，对方就傻眼说哇靠，你可能从零直接伤害变200多都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反杀的手段，有没有发现？好嘞，能量转移最重要就是我们这副牌那你看，如果我再将特性再加手贴的话这基本上特性应该说前排那一只啦本来就一定会手贴过嘛，对不对？那你之后的两颗要怎么来，可能就是要靠我们的能量转移那你一开始如果能先攻当然就先攻了，能铺场就铺场。那因为之前芒果也有拍过，但是配法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因为那时候其实好像没有出10吧，那时候好像芒果是拍到9的样子，我印象
象中是这样子啦，好不好？好，你们再回去看一下，那配法不太一样。那副我没有放这个异兽环，那我觉得研究一下之后，我觉得放异兽环可能好一点点。好，那能量转移就是把一只能量基本能量转到别只身上，这个 OK 吧？然后宝藏放四颗，就是帮助我们丢的嘛，丢能量以及做出我们的毒贝比和这个十二真龙。再来就是我们打我们的裂空座或点点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那不用讲高级球一样放四张，就是做我们这些东西。好不好？关键时刻也许他要抓这两只，因为这两只没有办法用宝藏拿，所以高地球拿这两只是 OK 的。好，那单价放一张就祈祷说，因为说真的，这副牌其实裂空座没有必要硬喷，好，没有必要硬喷，其实我觉得还好，看情况就是了。好，那两张这个异兽空间的话，就是帮助我们做这个小毒贝比和我们的狮子真龙。那整副牌其实重点我还是建议哈，你的狮子真龙跟毒贝比用力的给它做出来。那竹篮两张就是说，如果异兽环一开始卡在手上的话，把它洗回去吧。啊、说能量太多卡在手上，把它洗回去吧。那拼命看异兽环能不能把能量全部冲出来。好，好，那古芝麻三张，莉莉爱四张，拼起手，这个 OK 的。来，电池放两张。其实芒果有试过用那个观光客齁，观光客我觉得也不是不行，但是有时候你真的扣太多东西，可能只有办法绿到两三张牌就有点尴尬了。那你不如直接拿电池齁，你缺什么东西，例如你缺异兽环的时候直接拿，你如果缺能量转移的时候直接拿还比较好，你们发现好，所以说芒果还是偏向说电池可能好一点点就是了。好，来，重点来了，要把能量留住是不是就要靠我们接力棒。那甚至说你接力棒不要，你直接换成那个我觉得你要换成头巾也不是不行啦，可是我觉得可能接力棒好一点点吧。你可能在贴的时候可能注意不要一次贴太多张，有可能被对方吹掉齁。所以说我觉得一开始你可以先贴一张试试水温，对方如果把你吹掉的话，哇赚，那你剩下两张一定保留得住，有没有发现？好，那它的效果就是齁，贴在前排宝可梦如果被对方攻击击倒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三颗能量往后传齁，基本能量转到一只身上。所以说你如果这只被打击倒的话，转到另外一只裂空座身上，你再开个一张异兽环就够了。那再开这个特性，哇，基本上你应该能量也是满齁，不用担心我们的攻击力不够。好，那这副就是我们裂空座加四二真龙的牌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想要买扣的或是礼盒序号的粉丝们有福啦，现在到 Poton 网站挑选你需要的商品，确认数量后再进入结账前右下角的优惠券填写 Mango， 立即享有 5% 折扣哦。草钢超二，有草有恶，应该是巨甲索罗吧？那钢是什么东西？钢，好，没关系，我们看下去哈。有草有恶，应该是索罗巨甲哈。那索罗巨甲其实之前在国外其实还是很夯的啊，为什么在台湾就没有人玩嘞？奇怪了。好，那这什么手牌？我的妈呀！好，那还好没有基本怪物，不然我这手牌真的大爆炸，还蛮鸟的。好来，再一次看看我们的棋手好不好？裂空座毒波还行的感觉啦，好吧，先这样子吧。OK， 没有莉莉爱亏，有莉莉爱就更棒了，是不是这样讲？好，索罗巨甲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先贴个能量好了，好吧？然后这个一样先贴，来直接竹篮。那我目的现在没有能量，有点尴尬，不是？哇，这手牌，天哪，好烂哦，我的妈呀，烂爆了！我想想看哦，我这回合是不是干脆不要异兽环？异兽环啊！哦天哪！我想一下哦，我可能要再做一只了。好，等一下直接拿弟弟好不好？那可能会直接开竹篮吧。好，双五给后面直接抽三张，哎呦，好，他这第一回可以撤退齁，他现在要做，What happened？ 好，喷一下好了，好不好？现在可以喷，因为我重要的东西都在手上。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现在我这个情况齁，我跟你讲，丢吧，没办法，就丢吧。居然没有碰到能量，太尴尬了吧！我天哪，烂爆了！啊，喷到一张能量转换，好，完全没能量，尴尬。好，直接来做这个莉莉爱，好不好？莉莉爱，那你这个没有铺场成功，是不是很尴尬啊？嗯，
好，抽，能量这么少，我想想看哦。反正卡牌了，我刚直接开 G 叉好不好？我直接开 G 叉好了。异兽环就拜拜，我异兽这场应该不会用到异兽环的啦，我觉得。那下一回合我应该就直接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啦，应该什么都做得出来了。好，巨甲应该会直接用骨子，我在猜有可能会骨子马撤退吧，或是他赌我杀不掉他，有可能哦，有可能。我现在目的已经两张电了，看到已经两张电了，所以我等一下应该会抓这个敏敏出来哦，丢两张草，所以下回我可能会蹦很多东西出来，他可能会吓到，我在猜的，有可能他会吓到。好，丢一抽二，那他现在没办法下去啊，他现在没办法下去，超尴尬的啊。他应该用小米明先垫吧，对啊，先垫，应该用这只上去。好，没错，那没关系。想想看怎么做，先垫。嗯，让我想想哦，我觉得现在应该做的是，我看一下哦，能量两张嘛，这个一二，好，先丢两张草。小米明做出来。小米明做出来，先来变身一下，好吧？分散风险。一、二，那你看我们第三回合就直接伤害超级爆高，很爆高，真的是爆高那种的。那我的奢真龙一直在墓地，所以我这个场地应该是用不太到啦，我觉得应该用不太到。那你们觉得我现在有两个方法，可以直接能量转移转上去，或者是直接骨之马，齁，叠叠骨之马都可以，齁，都可以。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叠叠骨之马好一点点吧，是不是？嗯，叠叠骨之马直接杀吗？好啦，我觉得我们再玩一下好不好？再玩一下好了。好，把能量吸回来。啊，我觉得应该骨之马，因为我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骨之马。好，我决定拿骨之马了，因为我有这个接力棒，所以我觉得我要用骨之马比较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哇！你看这个伤害，我就问你恐不恐怖？我就问你恐不恐怖？这伤害超恐怖！哎呦喂啊！我的妈妈咪呀！210齁，7颗。那他现在杀我的话，也只能用巨甲来杀了吧？巨甲150，杀不掉哦。好，莉莉亚，他现在赶紧再做一些小索罗了。我已经没有骨之马，三张都丢掉了，所以现在我只能一只一只慢慢杀。好，小索罗，好垫吧。他这样垫其实也是对的，因为我全部的都在他的击杀范围内，所以我很危险。我觉得我现在还蛮危险的，说真的。好啦，把不要用的丢一丢好了，好不好？嗯，我想一下哦。来，这种时候拿这个，再加这个。丢丢。然后我觉得可以拿这个，可是我还没有死掉耶。好，能量冲一冲，有没有看到？好，能量该冲的冲一冲。好酷，我们发现，你看我伤害到底要有多高啊？好，把那个小毒贝比拿出来，没关系，先拿出来。伤害爆高，各位，超恐怖！哦，300了，轻松打到300。好，那下回应该就死了吧？我这次应该被爆了吧？好，巢穴球再抓只小索罗，然后可能会拿直接竹篮吧。好，进化索罗，好，抽丢一抽二或竹篮，直接竹篮。吧，莉莉安，爹爹，哦。这个就没用啊！直接对哦，可以帮助他。刚系原来是拿那个紫玉剑哦，聪明。好，丢一抽二。哦，丢紫玉剑。好 ，Great Ball 可能会拿叠叠哦，叠叠比较重要吧，我觉得叠叠没错。好，那就叠叠下来，直接巢穴球再拿一只小索罗。
可是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输了吧？我已经铺成这样子了。哎呦，哦，你居然杀我这个，尴尬。好，没关系。哎，杀这个聪明呢，讨厌。我想一下哦，叠叠上吗？好，我们来保留实力一下哈，保留实力。来撤退。给你，给你，给你，好，转上去，好，再拿出来，好啦，其实基本上你看1,2,3,4,5,6,7,8 好，240滴竹篮哦，竹篮，竹篮，要竹篮吗？先不用竹篮，先不用竹篮，我觉得应该还好。好，你看我连雪咪都可以打到这么爆表的伤害，你看齁，我就是想说，哎，这只雪咪送他其实没什么差啦，对不对？没什么差别。那他可能会马下朵或裁判我吧，看他有没有啦。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差。我人物卡留住就是等现在哦。如果他真的干扰我的话，我至少抽到人物卡的几率高一点点哦，高一点点。而且我还有一张马下朵，不怕不怕，来吧。他现在做事情就是要把我击倒，然后吹风机吹掉吧。吹掉的话，我伤害是够1,2,3,4,5,6,7，我伤害是够啊，我可以回冲。有没有发现？我再回冲一颗就7颗能量了，所以这两颗我宁愿我都可以不要。我这两颗不要，我伤害还是有多少？还是有210，对不对？1,2,3,4,5,6,7，哦对，七再加手贴8，哇，超级痛！哎，42裂空也是很强的哎，又要干嘛？罚站吗？罚站哦 ，sorry。我想一下哦，应该是因为我能量转移，我有能量，所以基本上就 GG 啦，是不是这样讲？ GG， 你看每一下都是两三百，两三百这边打，谁受得了啊？超夸张的，270滴，呜、好，那我觉得这副其实打，哇，打了1000多伤害，我天哪，1000多伤害耶！那这副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你不一定要用裂空来打的一副牌，你懂吗？其实你如果打小牌的话，你可以用色真龙跟玄秘再打也是 OK 的啦，好不好？那你裂空的话，就是至少要收掉两只小人牌，比较有机会可以赢。有没有发现？好，那大概就这样子。看，我连这次都不用开到，你看我连这个异兽环都不用开到，能量就多成这样子了，你们觉得很夸张？所以说，你如果真的再开到异兽环的话，基本上是这个伤害一定是能控得出来的，不用担心，好不好？那你如果异兽环觉得说，开不到，开到的几率太低了，那你就你拿掉也没关系哦，你可以换其他东西，好不好？你可能再换个，我想想看哦，换个再多一张电吧，吼，或者可能再多一张电池啊，也是可以，好不好？我就看情况，看你自己啦，或者是你要做四只四合阵容也是可以，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裂空座驾四合阵容就介绍到这里，超级酷的牌，要怎么调整自己调整。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我们下次见，拜拜。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 我们下次见。